今次嘅 sparring partner 會揾咗幾個係重過我㗎啦，所以係對我練呢個抗打嘅能力都會有所提升啦。 試過有次打 sparring 嘅時候，俾我個 sparring partner KO 咗。<笑>你瞓低幾耐啊？有冇瞓低嘅？只係唞唔到氣，有我諗10秒左右啦。你個對手日本個 Matsuyama， 呢個係你個，佢係咪會唔會強啲啊？肯定強過上次個泰國仔喺澳門啊。佢係我第一次。 對嘅日本選手啦，同埋睇翻佢過往嘅成績咧，佢都係差唔多每次係打曬咁多回合嘅，所以就佢嘅鬥志方面都應該係會好犀利嘅，所以就預計呢一場比賽都會好大機會係打曬10個回合咁樣。咁你有咩感受啊？今次你又同屋企人過年，係咪唔開心啊？因為。 比賽就已經有喺度噶啦嘛，所以就自己已經預早係要去集訓咁樣，所以就遲啲一定會有機會可以再同屋企人過年噶嘛，所以就冇問題嘅。少少，恭喜發財啊！大家身體健康，馬年步步高升。